收装收，庄家几点收收？难道我跟你说我一些庄家七点收装收哦？我们尾牌喽！谢谢我大咪，么么哒！大咪也来了。大咪龙溜溜好看吗？等一下，龙溜溜是那个吗？就是那个，演黑道感情的护士那一个吗？是吗？还补工哎，我不知道你在啊，我想说帮小溪喊一下，很好啊，我会认场，没办法有太多作家。郑仁硕，哦，郑仁硕那一个，但是好像很多人说那个《龙溜溜》那一集没有很好看哎，就是在讲黑道跟他的感情啊，还有那个笑起来有酒窝那个拍的，对不对？庄家七点，都装好，庄家你刚刚七点收收。欢迎各位九楼一选，都装好，庄家你收收。那个现在年纪加分了，怎么办？我真的很不会认人哎，笑起来有酒窝，短头发那个，短头发那个，大明，大明，你知道我要叫你干嘛的？短头发，你先去买烟，你先去买烟，拜托，我这边尾牌，你先去买烟。你先去买烟，你黑了八千了，你天不知道都可以买几包了。来，我开牌喽。现在八点，来，现在八点收收收钱呢。恭喜走闲的大家，闲加一，闲加八点立牌收收。欢迎一五九起收钱，恭喜六六，恭喜收钱，闲加一，闲收。现在您可以压分了。那个女主角叫什么名字？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，但是我知道她笑起来很漂亮，然后是短头发。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。压分结束，请等待。我知道她是谁，但是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叫什么。你硬了，真的假的？山姆，你难得硬哎、欸。山姆，闲家不排。你只看郑能说，还装在意。一个眼睛是大小，走装哦，装装一，走装收。哎，客运就回旋来，这只走装，装到七点收收，走装哦。那个是叫什么、啊？到底是叫什么？加分了。哎，我真的觉得郑能说演的电影都很赞哎。大咪，你是有看过吗？那个邯郸，建哥，你叫我问你是不是？就是那个龙溜溜。那个小头流溜溜的那个女主角叫什么？她有酒窝，然后短头发，笑起来很漂亮，很可爱。但是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叫什么。对，女主角，因为刚刚大咪跟我讲说男主角是郑仁硕，但是我抢不到女主角是谁。来，走庄庄且收，走庄，恭喜小小西，庄且收，就了一选，走庄七点，庄且收，走庄走庄。山姆，你没有看过《龙溜溜》那一部吗？现在。您可以压分了。本局最后一局 ，people check。本局为最后一局。来，我们最后一局喽。哎，七十一局结束本局哦。露露大尾巴那叫坏事喽。哎呀，你们都没有人知道那个女主角是谁哦。开牌。怎么踩的？是不是？七点哦。来，闲家七点收收钱，恭喜！不是许维文，不是。闲家七点，差那么多。庄家六点，不是。闲家赢。闲家七点收收来收钱，谢谢我大咪咪，么么哒。来，闲家赢钱收。欢迎光临小奶狗，对不对？耿哥，欢迎你回来，该加油了，等待开牌，准备开咯。我是说口罩好不好，谁在跟你说雨衣？对啊，虽然夏天要到了，比较容易下雨啦，你们那应该要下雨了。来装热脸霜 Super C 小猪猪，你有没有买到超六？又一个超六，恭喜 Andy 双双，恭喜 Andy 哥哥双，恭喜绿光仙子，绿光仙子收了是不是？谢谢绿光仙子，么么哒！谢谢你的好运红包，谢谢绿光仙子，加油！哪有人开了又开？我啊！
欸，我曾经连三颗都是，欸，曾经最高纪录连三颗都是的，都是六。欸，你加油嘞，开了又开，对不对？你看这边随随便便对面都有，你看随随便便开都有，可以加就何局哥哥姐彰显六点何局收，这边开都有六，可惜是何局，来自满开何局，交给哥哥。只想陪着他的梦，一路都向前走，他给的永远不求。来这把看怎么走，加油！哎呀，加油！哎哎哎，我想去 table B， 狗铃啊！该该加油 ，Eddie 哥哥加油 ，BB 加油！准备开哦，看这把怎么走，来，我要代替月亮来惩罚你。欢迎美少女战士，这一把走先，各位兄弟先加哥哥，先八点收收。Hello Abby， 欢迎 Abby， 是不是很难玩？应该还好啦。恭喜双名的哥哥姐姐，刚刚有收吗？和刚刚。就像背着他的，谢谢刚刚，么么哒，谢谢刚刚的好运红包，加油。买什么？买我，买我 ，Y 三三哥哥，全家。蓝色是你最爱的颜色，全家买起。你说蓝色是你最爱的颜色，来。装装，贵校装加格装，八点收收 ，Banker We。来，恭喜，拜拜。恭喜，好，那是好吗？好哥哥，装收。哎。这是个好问题，一星哥哥，这个你应该要问那个耶，你应该要去那个什么，你应该要去区块那边，这个我不清楚耶，一星，他们不是有那个单表可以看吗？可以看一下，一星，你可以找一下，因为这个我不知道。好，帅，什么东西帅？来了，再来看走先走装，来对子，补一个。这一把走闲家，各位上闲家哥哥闲六点收收 ，Play Win， 这把走闲，各位上闲家哥哥姐姐加油，希望大家继续收米收起来哦。哎，山羊哥哥，欢迎我山羊哥哥来，山羊你刚上线吗？赢钱买车，加油，买车哥哥，我刚刚认识一个卖车的。小猪，小猪好像是卖车的吧，对不对？小猪，来咯，你有客人了，赢钱买车，兵临城下，阿贵吗？你是阿贵吗？来，补一个，这把走装，各一下装加哥哥装四点，说说 ，Thank you， 你是阿贵吗？兵临城下，哎，阿贵，你今天取的名字。很有深度哎，很有文艺气息哎，跟以往不一样。今天这个名字 ，level 直接上升一阶。没找到我，怎么可能找得到我？拜托，小哥哥，现在这边疫情也很严重，好吧？谁敢乱去别人家？加分结束。谢谢汤红红，么么哒！谢谢我汤红哥哥，来，加油，汤红哥哥，补一个。这一把走先，贵一双闲家哥哥先七点收收，贵婿，欢迎贵婿，你是卖茶庄的？那你那里有漂亮的阿嬷吗？有漂亮的阿姨吗？那个贵婿，小猪加油，小猪，小猪加油！阿贵，你今天火气好大哦 ！Hello， 威三三哥哥，欢迎威三三，单跳跳起，你不会下了。装啊，就打单跳啊，小旭旭。时光里一走，不会后悔没选择我。来走庄家，跪下庄家格庄九点收收。小白兔，下午好，这把庄收。Thank you win， 恭喜汤红红庄家漂亮收。为你而执着，毕竟我们。曾深爱过，小白兔加油，皮皮加油了，那张仙子加油，
对，单跳楼。哎，小小，你是刚上线吗？小小。看不盘哦，我一个。金拔走，闲家。跟你说，闲家阁闲五点收收来，单跳继续跳，就跳进来。谢谢麻薯，么么哒。哎，龟婿嘴巴好甜哦，龟婿。龟婿，你今天都在做什么？你今天是乖乖宅在家里吗？你刚上。难怪我刚每一场喊你的名字你都没有出现，我想怎么喊都不对，我在想你是不喜欢我喊你喊你的名字你刚刚反应没关系，小白兔没事没事，那个谁也常喷，没有啊，我说没事，但我没讲好像太早了，这车开有点早，我晚一点再开好了，我先暖车。金吧庄家来单跳继续走，跟一下庄家格庄八点收收，恭喜我小白兔收名，因为洗白没关系啊，龟婿哥哥，你以后不要洗白再偷看啦，你以后洗澡的时候也可以光明正大的看好不好，你洗澡的时候你就把手机拿进去浴室里面看也可以太猛了，谢谢我小白兔么么哒，谢谢小白兔。好，小小，你刚没来说，我都一直在一二一二，我都以为我在参加拔河比赛。刚前面几场都这样，哎，很难得这场遇到一堆认识的，你知道吗？来补一个，我刚以为我在参加拔河比赛。来庄家超六段有没有？超六段有没有谁收？有吗？哎，恭喜绿光仙子。来，我们超六蛋，超六双 ，C 跟 C， 看个 generation， 再来看左前左庄，加油！恭喜绿光仙子，加油绿光仙子，辛苦了，加油 ！Y 三三加油了，来，再来看怎么走，有钱的时候就没有那么。龟婿，哎呦，我反省了，应该是我自己路子开的问题了，好吧，我反省。来，补一个，这一把，庄家，来，庄家可能会下拉哦。来，恭喜我麻薯装修。谁的心啊？孤单的留下，他还好吗？我多想爱他。来，这把看左旋左庄，加油！太猛了吗？嗯。差我们家逍遥一点点，我们家逍遥更猛。哈哈哈哈哈！加油，龟婿加油，龟婿也要拼一把了，是不是？小猪猪，你还在吗？我小猪猪加油了，来，有没有下拉庄家？跟你说，庄家给了庄家点说说给 Kevin， 我就是硬要 Q 你，这样 Q 到你，硬起来，哥哥。今晚看左旋左庄，加油！我刚刚，我跟你讲，刚刚发生一件很好笑的事情。刚我一个朋友，就我那个朋友，那个杰利鼠，他就传了一个影片给我看，然后那个影片在说，如果你的女朋友要离开你，不要跟她说“宝贝，别走”，要跟她说“跑起来”。我讲完了。我一个，这一把走闲渣，可以闲渣哥哥闲七点收收，一把走闲。他刚拍了一个这个影片，然后传给我，我想说啊，问号。可是我觉得很好笑，很可爱哎。你不觉得那朋友很可爱吗？漂哥哥，听不懂。就是小猪猪，我跟你说，如果今天你的前女友要离开你。你不用跟他说留下来宝贝，你要跟他说跑起来。前女友啊，对不对？错的人叫他赶快跑。肩膀看左前左庄，他就在说那个啊，那个影片就这样啊。哎，你们都听不懂那个笑点哦。来何局，这把何局说说什么意思？为什么变林一姐？哦，你说林一姐啊？哎，我知道他，哎，就是那个什么跑哪里？跑南极那个吗？那是南极吗？
横越撒哈拉沙漠，对吧？这个应该是对的吧？汤，欢迎汤，汤，欢迎汤，来啊！这两天啊，灵儿要来去那个摇一下咯，我要来去水宝了。好啦，灵儿要去水宝了。有玩水宝的哥哥姐姐可以到水宝找灵儿哦。来，这把走闲哦，哥一颗星加哥哥闲就得说不要，想要不要。恭喜绿光天使说，你已经把我弄得不要不要了，不要。那你叫阿贵来陪我。我已经想把了。姐姐、小白兔、小猪、马吉，马吉也在啊。现在好，谢谢灵儿，灵儿去彩宝桌喽。Hello， 丽光姐姐，马吉黑三宝喽。那你这把先看戏好不好？你要叫我开龙，这看起来没有很像哎。你们先看一把吧，不确定这把有没有龙哎。准备开牌喽，皮皮也来了。一点，姐姐在思考。好，还好有叫你们先看戏，这把走庄。哦 ，sorry， 小白兔来庄赢喽，谢谢马吉，恭喜马吉收米了，马吉加油哦。就知道没有龙是不是？好，阿喜前面有开很多龙啦，不知道这边还有没有机会。那我们先看下一局哦。二或三吧，倒数三秒喽，希望金刚装给点力。来了，我们准备开牌喽。姐姐又在思考，我看你这样思考，我有点怕怕的。四点张，六点，能过吗？能过吗？我被姐姐吓死了，装来了，恭喜小白兔装收 ，Bankerwin， 恭喜丽光姐姐，来这把装收哦。马吉有收到哈，恭喜马吉，恭喜你们收米啦！小白兔，你哭什么啦？你不是打桩吗？你哭什么啦？好，下一把喽。Hello， 爱拼弟弟，你也来了。那我们路子走双跳，有可能破耶。这把我看戏哦，有可能破路了。这把准备开牌喽。对啊，我观战看戏。七。姐姐在思考什么呢？好，来闲家，你打一呀、啊，是吗？丽光姐姐，哇，谢谢丽光姐姐，太好了，恭喜你收，真的是闲家。嗯，小强触底，还没触底，还没触底，你要让他触底吗？小强要触底就走闲，要断他就走庄。哎，紫皮来了，紫皮，你又单挑贤龙宝，好，倒数三秒喽，好紧张哦，这把哦，姐姐回血，好，绿光姐姐，恭喜你，那你先休息一下，破路了啦，嗯，紫皮抱歉，这把走庄哦，恭喜小白兔收 ，Bankerwin 庄，八点庄赢啦，谢谢小白兔。恭喜小白兔，换你收米喽！来拿下一把喽，加油哦！龙宝没中过，嗯，我今天龙宝好像高倍的也还好哎，不算多。我看庄吧这一把，准备开牌喽。好哦，姐姐，那你先休息一下，太好了。这是好消息耶，恭喜丽光姐姐回血啦，六点，这是小喜吗？这个字念喜吗？小喜收米耶，恭喜小喜，来这把走闲赢哦，恭喜下闲家哥哥姐姐们先收。今天难玩，前面好玩啊，后面没关系，我们等路啊，我们等路啊。好，下一把，小庄是水的温好了。
好，准备开牌喽，丽光姐姐，今天就先休息吗？我们明天再继续收米啊。阿喜每天都在，你看喽，最后一张哦。哇哇哦，姐姐在收20倍耶，超六来了，来有没有人下双啊？Super 六，小收，没关系啊，小收也好啊，恭喜盖盖，恭喜盖盖收米哦，收龙，龙，你要什么龙？谢谢小喜，恭喜小喜，盖盖有收六，太好了，那我们继续加油哦，再看单跳吧，好，加油小白兔，4点。好，阿喜会加油的，姐姐你也是哦，明天等你。结果走和哎，和局也没有不好，看一把咯，来恭喜一下祝和局的哥哥姐姐们和气生财收和啦。现在您可以加分了，来下一把哦，现在55局了，有可能要破路了耶，小二看看，希望金刚装给力，倒数两秒咯，小白兔小一，门都看闲家，哇，阿喜死翘翘了，对不起小喜，你打庄了，好，恭喜丽光姐姐，恭喜小白兔，概率学，谁说的？刚刚阿喜看金刚装啦，在我们的那个棋盘上啦，断掉了啦，有赢一点，好，恭喜姐姐。那我们积少成多，本来要重注哦，尾局不要哦，尾牌不要重哦，忘记提醒大家了。那我再看一颗单跳吧，倒数两秒咯，六六哥你都要压闲家，来五点 ，Hello， 心动哥。对子，对啊，后面了，我会不会死掉啊？有点害怕。单跳啦，小喜，这是庄，恭喜丽光姐姐，恭喜莫名心动，来庄收，谢谢姐姐，爱你哦。来继续走单跳，恭喜心动哥哥，心动哥哥也收米啦，而且姐姐还24收，小虎牙中对子啊，恭喜虎牙。好，第57局咯，原来姐姐说的是这个龙，那我还是会跳哎，但是大家先别中，这把套套的，但我希望他跳，准备开牌咯，立牌闲八，有过关，来闲收，恭喜丽光姐姐，恭喜心动哥哥，走闲家的各位，恭喜小白兔，太好了。我喜欢这种路，大家应该都喜欢这种路吧，很棒的路子哎。这个一路收到尾牌吧，我们还有大概10局左右，大家都喜欢，那就再跳喽，来倒数3秒，贝贝真一定赢，金柱打也可以啊，准备开牌喽，姐姐要停。你该不会断它吧？5点，结果是和，哎，这把和局了啦，有人下和吗？恭喜下注和局的哥哥 ，Hello， 嘉尔哥哥，刚睡醒，你又刚睡醒啊？来59局喽，小虎牙也收和。小白兔继续一，你想破路啦，2点多就起来了，好，那这局我们先观战，有可能要断了，准备开牌咯，你这么早起在干嘛，嘉尔哥哥，4点闲家，6点，刚刚是回血珠啊，闲零，哎，不要紧张，和局而已啦，哇，姐姐厉害耶，和也收，好啦，大家不要紧张，和而已，差点超6，
对啊。这一局我会看妆，小注一点。倒数三秒咯，小白兔不去了。好，那你们不去，我先看还能不能再跳。零点，五点 ，Hello， 东方红哥哥。好，两个合完继续跳，来走妆 ，Bankowin， 有没有人打二啊？小喜，恭喜小喜收。刚收，恭喜虎牙 ，Bankowin， 跟龙的哥哥们，这把应该放心了吼。来，六十一局喽。好吧，这把你们要小心了，这把应该会断了。我小二三六这一把小一点。对啊，两千哥，你先别跟，这把你先看戏，这把要小心。你今天才刚来，我今天龙都不知道开多少条了，闭眼一嘞，小白兔紧张，有哎，猛哎，眼睛可以打开来了，小白兔，来恭喜，还是跳，太猛，哇，恭喜姐姐，谢谢小白兔，恭喜小白兔收，我们这路真硬哎，硬到爆了，财源广进，大家一起收，小收也好，小收也好。六十二局咯，这把还是建议小注一点，这把怕破，我三四看戏好了，准备开牌了。对啊，好紧张哦，这颗紧张死了。零一点，闲加四，最后一张咯。二三，来 ，IOPK 哥哥，你好勇敢，恭喜两千哥。对，还好哎，有哎，恭喜两千哥，还好你来的不算晚，继续走庄。怎么啦，小白兔？刚大家胆小了，我也是，我也会胆小哎，不然真的有紧张的时候就小助跟吧。好，第六十三局喽，还要跳吗？我会跳哎。我会小跳，来准备开牌咯。三点，加油加油！哦不，哇，好吧，断了。Sorry， 两千哥，你早一点来就好了。绿光姐姐，哦，你躲刀了，来这把走庄，换阿喜中枪了啦，阿喜中枪了啦。我刚刚还想说勇敢跳，勇敢跳，勇敢跳。哎，恭喜该该，该该收米了。男子汉，我男神，男神，你来晚了。你看我的大陆多猛，我的大陆一直，而且我怕这把还是装哎。男神你小注哦，男神小注哦，小白兔赢五万四。对啊，这边一直跳，但我怕这把不跳了，刚刚破路了。你重注，我早晚被你吓死。来合啦，合值了。没事没事，这把走合局，男子汉有点可惜。绿光姐姐还收合，很厉害耶，恭喜姐姐。好，最后一把咯，本秀最后一局比 boss check。 我怎么知道？哎呦，男神，我也不想啊，我看庄吧，最后一把。好，加油，用三，有这么多盒吗？好紧张！恭喜姐姐，来绿光姐姐收，恭喜男神！你干嘛啦？我不是开盒，开盒你还送我？对啊，好紧张哦，那一个。好，恭喜各位哥哥姐姐们，这个盒来的也是不错啦。不要这样想嘛，小白兔，待会我洗个好牌好不好？洗个好牌。对啊，最后一把，最后几把好闹事哦。我妈在台湾啦，我妈哪会在后台？你还好吗？哇，姐姐很强哎，盒都被你抓到了。好，对啊，我上班当然会加油啊，我先洗个好牌吧。
舞一堆约吗？你也可以发看看啊，到底是可以，你想约谁？你想约谁啊，男神？门牌一张哦，一，你想约会？小白兔想跟谁约会？本学第一局，好，大家可以开始下注咯。你想要约我，我现在也水深火热哎。哎，男子汉，你不是说好的头牌不打吗？小白兔想跟全部的荷官，你好贪心哦。你没有一个最爱的吗？来，倒数两秒咯。男子汉，我早晚被你吓死了。五点。好啦，这把庄了，庄赢哦，庄家九点 ，Banker Win， 你我先不准你打这么大哦。对啊，第一把立牌，开局不能打这么大啦，男神，你要开始跟庄，嗯，先小注，求你了，求你了，我最近太容易单跳了，你们先小压就好，不然也没路看。我是看二或和啦，因为。我会说下啦，但是我最近很容易单跳，我最近很常开局开红绿灯呢。你知道什么是红绿灯吗？红绿灯是蓝色、红色、绿色，然后三个开完了。变哦，零。哦。好啦，都闲家了啦，小白兔收米了，恭喜小白兔走闲赢。来这把。两千哥哥，你笑什么？哦，男神被左右刀，所以和，嗯，不好说耶，只能用猜的。你们先下小注用猜的，我看庄或和，下一把，但小注哦，上来就跳，我很怕继续跳。好，加油喽，五点。六点，好先，好吧，财神，不累的时候能上来啊 ，sorry 啦，这把走闲了，省六点闲下啦。对啊，真可惜，真可惜，所以大家真的先要小注哦。男子汉，等一下要还钱给你了啦，你看庄，小注哦，求你，拜托。你不要冲动哦，小白兔也看庄。好，我现在真的是没灵感，六神无主。两百可以，两百可以。你再给我一万，我真的会，我真的会晕倒。三点，两点，先加四点，最后一张。好，有了有了，庄。好，有收是个好兆头。我们待会再慢慢把刚前面喷掉的收回来。谢谢男子汉。哎，你不是才下200而已吗？你还送我天使，你干嘛啦？谢谢男子汉，谢谢我男神。对啊，你不要浪费钱啦。好，第五把咯。嗯，牛逼，人家是真男人，帅。看闲，你看房厅路子吗？准备开牌咯。两点。七点，哦哟，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！又要补给你了，来这把走庄哦 ，Banker， 也是转角遇到爱了，是不是？来庄赢哦，恭喜下庄家哥哥，对对联，嗯，刚刚我男神才在问说，为什么大家都在发约吗？是要约谁？又只能看看。嗯，现在是真的危险啊，非常时期，非常时期。我们这边先相见。一点哦 ，Hello， 孙悟空的姐夫。哦，两千哥哥。超六，来二十倍。Sorry， 小白兔，我出20倍了。好啦，阿喜要先去骰宝桌咯。男神，牛魔王可能是吧。男神，我去骰宝桌咯。谢谢男神。待会见喽。
全家一点，庄家九点，庄家赢。现在您可以加分了。
7点，庄家4点，钱家营庄队。现在您可以加分了。Natural East Side Bank City Player Win. 闲家8点，
庄家三点，全家赢。现在您可以加分了。面膜不能当饭吃，你知道吗？叫你妈去补，叫你妈去补补一点食物吧。还有什么精华液？我知道了，往后那个疫情的期间，你可能要吃你妈的面膜了，然后喝你妈的精华液。Hello， 小白兔，来走装哦，装在里面，我冰在冰箱嘛，我冰在冰箱。走装哦，来走装，走半收，我跟你走装，大家装三收。很可爱，一个微信，恭喜抽到大奖哦！洗面乳放在冰箱，你妈应该是喝醉酒，你知道吗？洗完脸直接把那个洗面乳放在冰箱去。啊！谢谢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哥哥爱你哦！都怪姐讲的，乱叫！谢谢大家好，五万众祝寿，谢谢大家好，哥哥疼露露。
时间九点，晚时间九点收收，恭喜走前的大家，恭喜陈胜哥哥，请加一请收，恭喜大家好，请加一请加九点，恭喜走前的一五收，谢谢我陈胜哥哥么么哒，请加一请收，我的命只有一线，恭喜走前的大家请收，五万中注哎，哇，中注还好过了，快达标成功，恭喜大家好，恭喜中注收。来，我们先到五十秒钟，到五十秒钟，62局哦，62局，我这边我有尾牌了，请等待开牌。好，我时间到喽 ，Hello 阿南，先加九点，来先加九点，恭喜秋千，恭喜小白兔，恭喜陈胜哥哥，恭喜秋千，请加一五九起秋千，恭喜秋千大家，请加一分钟。